同比哈。另外，奥罗斯县的31公里，九九县的16公里，还有美国县都是6.5公里，平31县8公里的土著他们蛮同比。另外，马家乡的平35县啊，北马道路同比。啊，台一县西潮州大桥，那风大概在7:20啊，正式车辆会通车啊。那要台24县宜拉雾加便桥，台26龙黄龙安桥啊，新厝桥啊，港口桥、兰州桥。巴西县的万大桥啊，整部桥啊，总共3位数啊，红绿外道路啊顺畅，北极人持续透过啊灾情查报通报系统来掌握各项灾情实时通报，警察广播电台广播用户人来执行。另外，国道3号林边交流站来持续啊来车辆啊来做啊停车之用，另外就是接驳车啊来服务民众。第三点就是交通耗资啊，损害有39件，其中在广寮民众呢，因为耗资箱进水啊，都开始今天因公租厂商啊连夜啊携带这个废品啊来更换啊，其余37件啊去修复完成，包括品。过去大概很少对于耗资，很多像换到正常的换装技术。耗资省块的部分，过去曾经很多人预选成修，预选这一次绝对不是成修。哎，你好。接下来请郑处报告。